动感皇后镇万尺跳飞机。新西兰皇后镇最出名的是玩 skydive 啦，有9000尺、12000尺同埋15000尺拣，越高 free fall 嘅时间就越长。玩家要戴头盔、着夹乸衣，坐小型飞机到 drop zone。飞机升到15000尺，摄影师推开机门，教练用铰剪脚夹你出去，瞓身喺湖光山色之中啊！急降嘅离心力令人全身都冇晒力，好彩二人降落伞有教练控制，好似连体婴咁啊住 free fall。一分钟之后就打开降伞滑翔啦。经过5分钟嘅空中飘荡，双脚落地嗰下通常都会发软蹄嘅，因为急降嘅时候离心力令到对脚都痹晒啦。但系、有10个玩完，9个都想再玩，分之针真系会玩上瘾噶，仲会语无伦次添啊！